你上次有练得很辛苦吗？我还 OK 啊。不行了。我还 OK 啊。我觉得上次练蛮，你练多久？我练三四个小时吧。对，跟我差不多。可是老师一直说你很厉害。没有，记东西很。对啊，老师一直说你是史上他教最。我记忆力好，姐姐只剩下记忆力。哇，不要这样子，我搞不好我再过十年我记忆力就没了。对对。赶快趁现在，我记忆力很好，下次能用的时候赶快用一下。对，就是我很会记东西这样，所以该面对的还是要面 对。因为我们上次就是要先经过一些基本的训练，等于是面试的意思，要得到老师的同意认可，他才愿意带我们来他的秘密基地。对，秘密基地，然后让我们就是当一日武行。一日武行的那种感觉，我们终于要变成成龙的替身了。哎，不对，成龙男生，成龙杨紫琼的替身了。他说你怎么当成龙？对，男你女生要当杨紫琼替身，我们终于要来体验。而且听说我们今天好像会掉到钢丝，我很期待。你想掉的钢丝？我想掉钢丝。你想掉吗？我还好，今天都给你掉。我也觉得你感觉就不想掉，因为。我是不怕高啦，你不怕高，那没问题啊。怕高吗？我也还好。对啊，那以后一起去啊。高的东西都给那个思雅一起去啊，不行啊，你是钢家，你是钢家主持人，你要跟我们一起。没有没有，我今天默默要接棒给你们，没有接力要接棒，我希望在旁边是一个纳凉的感觉。没有要接棒，不要接棒，那你走开。我们要一起往前跑。对啦，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还是要好好的当我们的一日武行。然后听说我们最后会拍成非常帅气的动作，有种娇娃感。我们会变身。对，而且今天除了你跟我之外，其实还有一位来宾。对，这位来宾呢，要帮他披起来，披起来，然后假访问。嘿，小鹿啊，小鹿辛苦了，辛苦了。赶通告哈，因为小鹿最近通告比较忙啊，所以就是比较晚才来跟我们会合。这集是我的，这集是我的，走开！为什么来这里？我是来看你们的啦，看你们发表。等一下，你爬山什么都没去，然后这种场合你就会来，因为这种场合比较轻松啊，不合理吧？唱两句啊，听听，这不合理。好，你们要开始了，你们要开始了。今天会很辛苦，有比上次辛苦吗？我觉得会，因为今天要让你们体验一下场地升级耶。对，今天会有五行很特别的叫威亚的东西。你说吊钢丝哦？没错，就是你们刚刚说到卧虎藏龙里面飞来飞去的那种东西。嗯，太期待。那我可以演《倩女幽魂》聂小倩。要威亚吧？要威亚可以演聂小倩吧？我为什么一定要当打？我可以，你那你就姥姥，我天哪，老妖，威亚，你就姥姥。
小倩，你演棵树的，老老不用，老老树啊，他会收树干这样出去，这样那头发还要很长。对，我们等一下会帮你换造型。啊，好 ，OK， 好 ，OK， 好，那我们就。切断 ，OK， 手上这个是不要被切断，切断切断是，对，切断切断，那不要那么太丑，那我们就来我们今天一日动作演员的训练。左手碰你的右脚，右手再碰你的左脚，左手再碰你的右脚，右手再碰你的左脚，来 ，Go。嘿。我刚刚你是这样可以。神秘的力量来了，还有年轻啊，年轻，年轻啊。这突然是屌，好舒服。OK， 刚不是说你肌肉软？太开了，太开了！你开多开，你说我你把它开到我这么开，快点！哎，我刚刚也蛮开的耶。受伤，是不是？因为我这里有受伤吗？对，啊，肚子，我这里还一直，我是不是讲，我脚筋很怪，那你就没办法做这个动作，筋是可以吗？你好怪，断掉了翅膀，你还蛮厉害，很难一只哎，我会这个动作，我再讲一次动作，可是我不能受伤之后就不太能动了，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条筋很怪，它就不能没有办法做这个脚步，哎，我以前可以用膝盖。膝盖走路怎么走？你知道膝盖走路怎么走？我不知道膝盖怎么走。这样子。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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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范一下。我有时候我以前可以走一段。下个面你没事，你会这样去拿饮料吗？然后就这样放手，这样走的。好。没有。对呀。起来，哦哦，这样，然后找到重心，找平衡，不行，跟单轮车的那种滑板的道理一样，可以，你找到平衡，可以，核心，这膝盖会痛吗？不会啊，真的假的？所以你们要在这软点，不在。我想说你们在硬的地方这样走不痛吗？硬的其实也可以的，你们喜欢分两，聊起来两个过来人的经验，我靠。到底是学武行还是学特技？所以其实我们在拍戏的时候，我们会把动作做得很夸张，这些动作。那你们今天要练习的动作就是这些夸张。夸张的动作。对，很夸张。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等一下的群众演员。哎，我要负责就是。对啊。对啊。私人团队。演员要人多才会有一种，你知道？所以你有很多敌人，感觉很多，一个打倒了嘛，然后转身打，先打架。突然学一个下体，多少人都会对。但是其实这样很好，因为身为一个武行，你的想象力又很强。因为当你去设计动作的时候，这样才画。对，一样，下面的脚旋转，左脚旋转，往内旋转，往内旋转，没错，往内旋转的时候，拳头很自然的往前丢出去，丢出去，对，很好。好，然后另外一只右手不要掉下来哦，记得放在下巴保护自己。十个，一、二，对，你是一肩倒，拳头都倒，我们是同时，我们是你是，我跳，深蹲极限，我到了 ，OK， 来，哎，我刚说完，饿了啦，二，我不撒谎了，哎，欧尼，陈思雅队长。下面脚旋转，撑死你！有个目标是撑死啊！打爆你！我的那个计划奏效，就是希望。其实他是谁？谁这个？我希望你拦起。我等一下可以，我今天就变跟你对戏。我不要跟你打！我跟他打！你的是法海，是法海。不一定啊，我们节目常会做些梗。畜生，你是白畜生，哦，哇，畜生哎，畜生，畜生，你刚才听清楚，你讲，是我受不了，你是最漂亮，我真的没办法，你是最漂亮。
那个白蛇。果然，我还是不能纵容大儒把你放来我们家。走后门的。果然就这么失控。谢谢。以后不要走后门好吗？冷静冷静。到底现在是在演哪出？我们刚刚练的都是实碰到的，就是真正碰到的，但是拍戏它有个非常特别的东西叫做 double， 变成是利用摄影机跟我们打的还有我们的反应的对手来做成这样的东西，让我像是真的，其实我完全没有碰到它，但是我看起来像是打到它。你们两个如果也是一台机器的话，不你们在这边，对，站这边，站这边，望远镜，你看我这样打，嘣，我没有打中它，对不对？这样完全没打中，但是我用这个动作的话，嘣！哦，看起来就像是打好吗？有，其实我有时候怕你打片的时候假打。对，怎么知道去 double？ 第一，你们要先知道摄影机在哪。嗯。摄影机跟你的打到的点，你拳头打到的地方跟接触到的地方成一条线，那它就会形成 double。你看，摄影机在那边，我在这边，然后我打到的东西在这个位置，那我这样就会 double。你看，如果跟摄影机没有成一条线的话，这样就不成立。OK 吗？所以这东西，如果你身为一个武行，一个动作演员，你在现场基本上不能让人家去告诉你，哎，机器在这边哦，你要打这个，要自己抓。对，你可以去告诉演员，但是你不能让人家来教你。好，我们来这样子，一，二，二，三，身体，四，五，刚才空了。预备 ，Go！ 哈！一个卫服，他是卫服啊！你还给我走？对，然后他不要走。来，准备，一二三 ，Go！ 你还是卫服？还是有吗？我觉得我很直哎。老师来示范一下，这个动作它叫做趴虎。来，各位，一二三，爆！哦，要弹跳起来那种。对，不然我们一样会拿那根棍子假装敲你，所以一样被敲到的时候，下去的时候打到，抽掉，然后爬下去。一只脚先往后踹的感觉。好，脸不要着地。对，记得很重要一点，脸千万不要。脸不要着地。不要正面，对，这样你的如果今天没有这些东西保护，鼻子断掉，对，你的鼻子牙齿都没了，所以一定要往旁边看，脖子用力 hold 着，之后再把它放掉。OK， 来准备，一二三，哎呀，发生什么事？再稍微往前一点，对，这样，对，就一脚踩，然后对，然后记得手不能去撑地哦。因为如果是硬地板的话，你手这样整个力量下去，当你手不够强壮的时候，所以手要缩凹。对，用这种大面积去碰触地板。好。对，如果你用手去撑地的话，很容易断掉。好。OK 吗？来，准备，一二三。你的膝盖坏掉了。哦，因为他膝盖先着地了。因为你刚刚用膝盖向前面去跪一下。哦，好难。来，准备，一二三，哎，很好，做得很好，我也要抱一下，哈哈哈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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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一二三，哈哈哈哈哈哈！我的伙伴，我的伙伴，我的自己伙伴，哈哈哈哈哈哈！哎，那怎么笑他？哈哈哈哈哈哈！哎呦，我自己下来，我自己下来，我顶好了。一二三，轻轻的，轻轻的划过去的。一二三，其实小日的动作是对，但是他没跳起来。
一二三，碰。哎，很好哎，但是同对，而且你的手是这样，但是你跳得很好。他背着你，他背着你，手是在这边拍的，对。来，准备，一二三，碰。对对对对。二三蹦，还是控制。一二三蹦，小林，小林，小林，一二三蹦，屁股还是有点稍微往后坐的样子，看你不怎么想会全来一起。因为他不想要跟我一样，所以他故意把蹦和摔脚上面。好，来准备。一二三，不！你就放开自己，你就随便放开自己，我灵性哎，走吧，我放开我自己，放开我自己。
准备，一二三。哇，你很稳，你很稳，这里很稳。好，再一个，来准备 ，Go。好累吗？试着自己连续这样子，像刚刚小鹿一样。来，准备 ，Go。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这到底是什么？前空，前空，还有前空，脚直的，脚直的。这什么？你不要了！我干嘛？我干嘛？你为什么一直？你不是把他聊好久的？好久了，好久了，好久了。来，准备，走。脚往后面靠着嘞。脚脚往后。有关系，什么？偏僻了吧？冰啊！太偏僻了吧？这里是好冷哦。对啊，怎么这么冷？欸，不是，现在集合这个时间是对的吗？晚上七点钟集合。他们现在集合时间点越来越奇怪了。对，我告诉你，我搞不懂他们现在想什么。七点集合就要小心了，我们有可能会工作到半夜到早上哦。我们这次绝对不止这样。走。哎，我觉得还不错，我觉得这个队员不错，他懂得绕跑。你看我对懒懒的人设是不是正确？偷懒，报上偷懒。哎，我也是，我终于找到比我偷懒的人了，开心。我们有要走吗？没关系，我们先静观其变，看一下状况怎么样。而且我刚刚是好的啊。对，也许搞不好晚上，有点轻松，感觉工厂有什么晚上工作？你想一下，工厂的晚上。好料的那一种吗？好料的是哪一种？你有听到水声吗？有。你有听到这边有水声，那代表应该会有一些海洋生物吧？那应该就是一些鲑鱼啊，会不会
是瀑布养殖场，那种瀑布就是一些水的一些和尚，马上要瀑布。而且我刚才跑错哎，我刚跑到隔壁消防队，我还想说不会吧，又要当消防队哇！晚上不要当消防队，真的不要消防队，我看到你在讲，好可怕，可怕！哎，发奶奶当消防队，这反应也太大了吧！王先生你好，王先生你好，你好，难道是鳗鱼大王吗？你是鳗先生？我是蔡先生，蔡先生。那我们走错，我们是要找王先生。对啊，我们要找鳗鱼大王。你是鳗鱼大王吗？不是，不是，不是。那后面那个王，你先解释一下。哎，我们是王记。哦，王记。哎，王记蔡先生，我跟他介绍。王记蔡先生。好了，我们介绍王记鳗鱼。对。王记鳗鱼蔡先生。对。鳗鱼好难发。鳗鱼相关企业。对，是吗？出口，出口，出口，什么意思？就是做进出口的。对，卖到日本。卖到日本，卖到日本。所以我在日本东京吃那个一碗700块台币，就是从这里出去的。哎，可能是哦。那我干嘛去日本呢？傻孩子啊，傻孩子，700块哎！哎，台湾不一定买得到啊，因为如果它全部都做出口的话，那台湾就吃不到。哦，对对，也许就是那边的日本师傅会做，台湾其实没有师傅，因为没有台湾有很多，我跟你讲。到底聊够了没？今天来这边到底要干嘛，蔡先生？那我们要分两个部分，嗯，那可能要请兰兰帮我们到产地抓鱼。啊，我想先听他的部分，直接太快了，我们这么快就分类了。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我想先听他的工作内容。他的工作就是在这边帮我们分装。分装。对。那请问抓鱼跟分装哪个工作比较辛苦？差不多了。差不多。抓鱼也是在这附近抓吗？抓鱼在中部，在麦寮。麦寮在云林哦。云林。不是，不是，你理解一下哦。其实我们找了这么多人进来，其实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要分担主持人的工作内容，辛苦的给你做，合理吧？不是，我们不是说共体时间共患难吗？我们是要没有，我们没有煎啊，一起下去。我们现在没有煎，所以我们不用共体时间。我们现在很轻松，所以我那分装在哪？就在这，在这边。我不用跑，我不用跑，他要去云林。请问是你载我去云林，还是我自己坐高铁，还是我坐客运下去？我们4点就要到，可能没有高铁。你是说凌晨4点到？对对对对。可是为什么要那么早到？早上抓鱼啊。那为什么不中午抓？中午太热了。太热，下午对，白天的时候它比较不会死亡率可以降低。请问凌晨4点是白天吗？算是吧。那我们晚上6、7点抓吗？这样刚好配合不上我们时间，我们刚好隔天坐一早飞机出去。那不是等于你24小时以内就要完成这件事？那差不多。啊，太拼了吧？那我们这是什么24小时挑战赛？太可怕了吧，今天。称重量，称重量，哎，称重量看多少，还有算尾数。哦，因为车上那个都一包一包，哎，对对对对对对，取一包来取量，哎，平时的概念，看里面的重量是够不够，够不够20公斤这样子。因为哦，养殖的大概这一个养殖的池，其实它的重量都是大同小异，对对对，因为我们棒起来是一包一包的嘛，嗯，20公斤一包一包，那然后在我们这边的时候是要。慎重看看，看里面的重量足够不足够，哎，这样子，就是以那个为基准。哎，对对对对对，那这样我现在可以帮我吗？现在就要选别，选别意思就是说要把里面的赛事分开。分开。哦，这一池是几公斤？这一池是几公斤？那一池是几公斤的？这一池是2.5的1公斤。一公斤有2.5尾，一公斤2.5尾，等于就是2公斤有5尾啦。对对对对，那这个是4匹的话，一公斤有4尾。一公斤4尾等于2公斤8尾。对，那后面是3公斤12尾。对对对对，这样子。哇，四的倍数，四的倍数。哇，开窍了。你看他在走都。他们在分了。对对对，怎么分得出来？对对对对，这差不多4匹了，2.5的。
你看这个就是四 P 的。哦，它写一个四。是不是？哦，是。四 P 的。对对对。那这个在这里就是有误差。它这边有写一个四。哎，那假如就差不多250，哎，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对。那我先来感受一下250。哎，250是这个。哎，250。两百五。这个250。250。四 P 的。因为假扮你快死掉了，对。我那条做250的。我抓不到鳗鱼，我抓不到两百，这条是250，对不对？这条250。对对对。250。250。你要问老板怎么抓的？嗯。要怎么抓？这样把它扣起来，扣住。扣住。像这个，扣住就好，扣住。把它扣起来就好。我没办法。这条要做三尾半左右。那你们都用手称哦？对啊。怎么感受得出来？对啊。这手称怎么能称得出来？可以。不可以啦。这条要做250。是250吗？你看有没有？差不多一半。对啊，说有就有啊。你怎么鳗鱼神手哎你？250个。对啊，可以在这边。快！哎！快！这样就可以抓了，怎么那么难呢？这条。来，我抓。这条是250，差不多。250左右。你看，有啊，还有250啊。我觉得我会太250了，250比较小一点点。这条可以，这条也有。哎，真的耶，它是2.5的，我悟出一个道理了。你要知道鳗鱼的重量，首先你要抓得到鳗鱼。哎，这是有可能哦。2.5吗？还超过。2.5。它应该2.5。没有。我跟你干不对，我这个太厉害了，我就是啊。穿这个青蛙装呢，因为很棒的是我被分配到了要来抓鳗鱼。为什么？我想问问看节目，明明就是有分装跟挑鱼的这些工作，我就要来渔翁里面抓鳗鱼。现在要看一下现在几点？现在凌晨4点，还没睡饱。重点是你有看到荧幕上这些小屑屑吗？这不是蒲公英哦，这也不是萤火虫哦，这是蚊子。因为我们现在补光的非常亮，所以一堆蚊子全部冲锋上来。好的，这个节目不是异想天开吗？李毅，你为什么没有跟我一起来抓鱼？他现在正在忙。这太难走了。走下面。哎，下面这样子。安老板，你脚怎么不会卡住？你脚。咱这嘛是先乌坑口水的，乌坑口水里边，为什么要乌坑？我顶个地瓜，伊会伫土内底吗？对。阿姨，我给你倒沙缸。来，倒沙缸。好，啊，我按这边哦，因为镜头伫迄边。好，啊，给乌一个坑就好了吧？对。啊，用力，出来嘞！哎，出来！不动。哇！这很难呢，这超重的。不用，为什么阿姨这么轻松啊？
脚粘住。等一下，我脚卡进去了。看，前后放松。脚后跟先抬。哦，有了，附带了一些泥土上来。大家不要看，这只是土而已，这土很硬哎。开始有点后悔，自己想要帮这个忙了。加油加油！哇！这个是干嘛？个白。啊，那白没改土掉吗？对啊，它掉土膜，这膜那土肥的多。啊，你们挑鱼是在上面那边挑哦？对，在上面自动抓满机抓上去之后再上面挑。自动抓满机，怎么那么先进？对。抽水上去，然后把鱼跟着抽上来。哦，它就是跟水一起放在那个小水池里面了。对 对，就所有鳗鱼，这个大鱼温的鳗鱼就会跑到那个你们旁边那个小水池，这样你们挑鱼就比较方便。对，哦，懂了，难怪你们现在一直抽这个水起来。进去，好累啊！阿姨，阿莲那边是那边上奥一个是就最上大只的吗？咱来大只的了。这窟来这拢大只的哦。拍水！哦，这有水贡呢。水贡卖啥？终于卖个头。含河量呢？好像是霸的感觉，因为鳗鱼一直在你旁边动。Oh my god！ 好闹鱼呀。对啊，你动了。我不敢动，因为我脚旁边全部都是鳗鱼。往脚握拉，哈哈哈！你看看，你看哦，看他的这么多，一只一只。哎，他怎么弄的？啊，挑大只的要挑去哪里？后面，丢下去了。哎，那个大只，不太好运，大只。你挑这个大只的，这个往后丢，要快点往后丢。好，太难抓了吧？哇，很难抓哎，这太滑了吧？怎么都抓不住啊？为什么都抓不住？而且我根本来不及看哪一个是好的，哪个是不好的。我看到大只，我就往旁边丢了。哇！错！
好累，好累，天哪！为什么要？下班了。凌晨五点，为了鳗鱼要出货，赶上第一班的飞机。天哪，那敲冰块超难的耶！好好，先要转移阵地了，是不是？哦，丢进去哦，然后一条绳呢，满满的，满满的水，这样够吗？一块冰跟一瓢水，完整的一瓢。我不在家了哦。一块冰，一瓢水。可是为什么要打空气啊？他要换氧啊。真假的吗？要换氧。它的水这么少 ，OK 吗？可以，因为它呈现那个冰眠、那个冬眠的状态了。哦。所以耗氧量会减少。所以这是算是急速冷冻吗？对对对对。这是急速冷冻。对啊，让它变成冬眠的状态。我以为急速冷冻是用机器把它一根一根变成像冰块。但可能就会死掉了。对啊，我们过去要是活的。也是有了，大部分是进口嘛，出口大部分是出口。嗯，天哪，我现在才知道好的食材配上好的料理方式，
真的是100分的加成，真的是无上的享受。我真的觉得我今天一整天的辛苦都没了。我觉得我一整天的一点点辛苦也都没了，一点点辛苦。哎，我分那个鳗鱼很辛苦哎，我很想分它，可是前面的员工都分得很快哦，害我都分不到。你跟我一样，我在云林也是，而且我想云林他们手脚太快了。我想云林就是那种采茶的阿姨们嘛，然后阿姨们就变成是换鳗鱼版阿姨们，然后他们就是这样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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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在旁边，其实我根本就来不及看他到底是有可不可以分到这边，他就已经这样丢，这样丢过去了。就想帮忙，可是帮不了。对，有什么损失？你仔细检查那个鳗鱼，有损失找懒懒赔，好不好？幸好他做得很好，他做得不错。我做得很不错，那我嘞？也是很好啊。还有差，今天招待你们吃。对对啦，然后他想说做的不好就不招待，都是你们辛苦才有的，不可能不招待。你放心，因为师傅早就来了，所以我们今天做的不好还会不招待。真的，我也早知道就偷懒，赶快带回家吧，我觉得是时候了。啊，完了，来集数要变少，来集数要变少。好啦，谢谢老板，少三集，少三集，这么好吃的鳗鱼，谢谢你。元气满满，因为今天又一位美少女来陪我录影咯，好开心哦！来来来，我们往这边走，我们往这边走，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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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你知道我们今天要来干嘛吗？看小猪啊！看小猪，对不对？我告诉你，猪猪超可爱的，我也超喜欢猪猪的。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牧场里面呢，告诉大家怎么样养小猪猪。所以我们今天是要来体验，就是养猪猪。天哪，养猪猪这个企划听起来超有人性的耶！因为这是你发想的企划。那你是不是有东西要给我？对，这是我的写真集，要来送给你。Oh my god， 写真集！哎，我来看一下，我来看一下写真。哎，这个不是你，哎，你妈可以，我妈知道，我爸也知道，你爸有看过没有？那他们找我出写真集，太夸了，这尺度，骄傲才对啊！可以看一下，这全裸哎，我没有来看，有的就是全裸，而且到底谁允许你在胸部上放液体的？谁允许你在胸部上面放液体？谁允许你穿这样子在胸部上面放液体？为什么可以在胸部上面放液体？然后嘴巴也给我放液体，你有跟动物互动哎？有，这个牛离我超近的。那你为什么不穿这样来我们节目跟猪互动？哎，我答可以。穿这样子跟猪互动合理吧？对不对？合理吧？穿这样子跟猪互动可以吧？他都可以穿这样跟牛互动了。等一下，我们进去先逼他脱，我们就是无良制作单位，我们就是要逼来逼脱衣服。等一下，我们进去先逼他脱。好可怕的主持人！老实说了，这个养猪场的老板呢，就是我朋友啦，哈，大概有快10年的交情。然后这养猪场就是他，就是他们家的。他是一个单身美男子，哎。他以前都在日本做模特，拍什么 Uniqlo 的看板什么的，的给你看照片有没有？今天看板走秀的片段，赞！既然你是叫小猪猪，我朋友又是养猪的，不然我们今天就来撮合一下这段姻缘好了，你觉得怎么样？直接走。这么快？没有要跟镜头聊个天吗？他在做 SPA 哦。对啊，要把那个大便冲掉。要把大便冲掉。好，大便冲掉。哦，水质那么强，就是为了冲大便。对。快来喝水！他是我冲地板的，你先别喝了。哎，欸，他完全不怕水柱哎！哎，那冲他身是不是？他一直在喝水哎。对呀，啊，你们很渴是不是啊？而且他们的大便量，我觉得有点多。对。有冲掉吗？有吗？有。好，还有吗？那个。
水柱关掉，我才发现你们猪竟然有听音乐耶！真的？你们会依自己的歌单吗？比如说放摇滚乐、古典乐、古典乐，你会唱歌吗？怎么办？唱歌不是很好听，但可以弹琴。那你会哼吗？噔噔噔噔的那种。好，乐色车那一首。好好，是古典你唱音符，你唱音符，好，唱音符。对的，你要假装弹琴，你要假装哦，我来弹琴。对猪弹琴吗？来西，美西多。你用拉的，好，假装有拉哦。好，那我要一边唱吗？你要唱那个音符出来。出来，对。好。哆来西，哒滴哒滴啦，嗦啦哆来，咪嗦哆啦哒哒。哎，很喜欢哎，真的很喜欢。很喜欢。你们这么有才华哎！可以培养成那个音乐猪号。你师大音乐系的吧？你们师大同学。对呀、啊。好有才华哦！我真的太傻眼了。你们的猪其实蛮聪明的，猪本来就很聪明，他懂得欣赏。对，猪本来就很聪明，对不对？猪本来就很聪明。哆来西，哒滴哒滴啦，嗦啦哆来，咪嗦。哇，抽完猪色了，现在要去哪儿了？我们好像要去喂猪猪了。猪猪，可是我们要先搬饲料，是不是？对，要配饲料。你们自己搬啊，我们弱女子不搬，感觉很重哎。饲料超大包的，它是50公斤，对对。真的假的？太大包了。可以两个人合作啦。太大包了。搬不动。他们一这个比较小包，对不对？这是25公斤。25。这个是50公斤。所以要搬50还25。今天要配那个哺乳料，所以可能要搬到50公斤。什么巧说嘛，在那边。这个25公斤不用搬到。一起。我有在重训啊。对啊，我听我哥说你有在健身。有，可是超重哎。不知道我们扛在背上。我告诉你，你把它放在我背上。不行啊，你一个人。可以，你把它放在我背上。可是我连搬它就很重。真的吗？可以吗？你确定你可以？可以耶！我看起来是不是很像什么？苦工，好，放下来。放下来，放这么快。在前面，好，放下来。放下来，放到哪？放在地上。好，放在地上。好。这太重了吧！下一包。要搬几包？我们总共要搬7包。好，我来扛。你可以吗？我告诉你，刚刚那样子扛，刚刚那样背着会比较好。我帮你把它弄下去。你蹲着，你背着。背着。那我没有，你是要这样子。我背。我没有，你脚要打开，你脚要这样子。哎。有种蹲马步，对对对。对。然后你这边不可以，不要太 arch。什么？我好像在教动作。教那个健身的动作吗？不要，对，这个样子，你要这样子拱着背，然后收小腹，对对对。要出力哦。对，要出力哦。我有点再低一点，再低一点，对对对。好，我有点。好，等一下，他没有在我肩膀上。对对对，好。好。然后呢？好，可以，可以走，你拉着，拉着，手拉住，拉着，拉着。好，可以走了。好。我现在是有人帮我，对不对？有帮一点点。有帮一点点。教练，我帮你补了。补一点地上。有帮你补一点。好，可以，可以。等一下，我的脚。背面。哇，背面。好。到了。哇，好厉害啊！是不是很重？你们是包我很多啦！这个是要让他们拉那个的，拉吃的，然后拉这个吃料就下去了。他在吃栏杆呢。对，因为他已经在紧张了。他在紧张吗？我要拉，然后甩一甩。什么意思？拉下来，往下拉，然后甩一甩。哦，这个是要喂饭的。对对对。反正就是拉这个，他会给这个饭啦。
沙粒一点。哎，瞬间没声音哎，看起来很好吃哎。他们真的假的？他们吃的津津有味。我们看它大小只，它如果比较瘦就喂它吃多一点，比较胖就喂它吃少一点，要限制它的量。所以这里是要清胃区。对，这里是清胃。因为它是为什么要清胃？因为这边我们是后来在改建的，所以它没有做那个比较自动化的喂养方式。哦，好。那我们是这样倒吗？没有，我示范给你看。好，比较瘦一点。这只比较瘦，它看起来很不瘦哎。大概就是多一点的，大概一半多一点。好可怕！小心哦。他一直扭，哎，我要从最底下吗？对。要拍很准哦，不然他会把你吃掉。好，等一下。你等一下。你看，不是他一直，你帮我最上面吸引他的注意。哇塞！换我！多一点点。好了，小猪猪汉。哎，他怎么在吃他的？对。再来，换他，他也要吃很多。换一点，像这样。哦。哎，你好熟练啊！我要这边工作了。可以啊。你好熟练啊！哇，你好像养猪哦。傻眼，换它少一点。你来。哎，啊，不要吃了，你好会喂猪。哎，我要试，怎么可以输？身为主持人，绝对不能输来宾。加油！哎，你这个往前一点，我看看。好，哎，我们去看一下你们，等一下我们要问一下，等一下那个你们等一下可能会需要帮他服务的一些种猪，你们的服务对象来了，好大，太大了，布洛克，好可怕，太可怕了啦。那你觉得有几公分呢？你这样看，我觉得看不到什么东西。对啊。看不到吗？那可是它这么大只，可是看不到东西啊，只看到蛋，还有它就是很多虾米网所撑的30公分，太大了，真的假的？真的。那多粗？你们等一下就可以看得到了。你要戴手套吗？一定要，不要，谁要直接？我们一定要安全性行为。我们在这边呼吁大家要记得戴套，好不好？杜蕾斯可以置入我们哦，或者其他厂牌，因为我粘在一起了，这是不是用过的？没有啦，只要粘在一起就会用过了。你闻闻看，我不知道猪的味。你闻。没有没有，这能敷吗？可以啦，虾米的味道了，塑胶味。刚刚粘住，我想说是不是用过的。我觉得有点惊悚啊！我觉得好可怕，我不要，不要！开始了，怎么开始了？啊！什么东西？那是什么？那个是富汉的猪鞭。啊？阴茎。我没办法，他进来了。我真的觉得他很专业。你们的，你们可以进来了。我不要，太可怕了啦！他怎么这么细？他怎么那么细啊？他怎么这么细？是很长，但是很细耶。我刚以为就是你很像在拉一个水管，在洗车还是洗杯子哎。所以你这样挤就有了。为什么不用？它会自动射精。它会自动哦，因为这上面有母猪的味道，对，所以它自动射精哦。这样子要多久？每次都不一样。哦。
它有这么多、哦。它可以采400cc。400cc？哎，现在已经在采了耶。对对对，现在已经在采了。天哪！哦，所以它一趴上去有母猪的味道，它就自动射精了。帅。剪刀手布输了，先剪刀手布，剪刀石头布，哎，你先，他先，黄正燕加油，黄正燕加油，天哪，那我要摸哪里？摸我的上面那个。什么意思？我打我手的上面，我手的上面。那你可以继续摸着吗？对，你会继续摸着。哦，你可以就摸一下而已，感觉那个触感。很奇怪，很像橡胶软管的感觉，真的假的？真的，其实摸起来不会可怕耶，就是，它真的很像橡胶管。那我摸摸看，四手连弹，你在我的上面四手连。他觉得今天是那个恩宠，四手连弹。你不觉得很像橡胶管吗？可是，可以讲那个触感。就是。触感很硬，很硬 ，Q 弹又硬硬的。你不要拿食物来形容它，就是硬，很硬，尽量不要拿食物。那像橡胶管，橡胶管，像橡胶管，像橡胶管，像橡胶管。对。哦。这个像怎么了？吓我一跳！才抖一下而已。吓我一跳！吓我一跳！好可怕，好可怕！我们要帮他摸吗？哎，不用，一个人下来做，太不要做了。啊，快点！那我先做，我先做。好，你先做。好，我要被捅了。什么感觉呀？我要被捅了。好，抓好了。哎，红龙剑有刺激啊！你问他这是干嘛的？这个是干嘛的？我刚才在起床。这手刺激，你抓好。好，我们要配种的。好。是涂在上面。哎，先涂，好，第一涂在上面。公猪400公斤，我现在只有50几公斤而已，几公斤不好说。八分之一。我跟公猪差超多的耶，我可以做吗？要慢慢挤吗？慢慢挤。这样吗？对，就是把它挤进去，慢慢挤，不要让它流出来。哦，好。我看他们刚刚脚是有去磨损它。它这样会不舒服吗？不会，因为李易姐她做的，她不会不舒服。那我大概要多快挤完它呀？慢慢挤，慢慢挤，不用挤。可是我怕它爆冲不会，不会了。对。就尽量不让它流出来。我要让一只母猪怀孕了耶！这是我人生的大事，我让别人怀孕。挤完了，他挤完了，所以这只代表很稳定，所以他可以成功。他很会调情，所以你没看到我的脚吗？我的脚大王，我的脚一直在帮他按摩，我很会，好不好？我就是调情女王。我现在是跟猪肛门最近的距离，有没有看到？躺着，他会去舔你。坐得下。那我们一起躺着，坐着。我们给你面子哦，写真女星哦。My God！ 哇！哇！My God！ 你的脚会一直被咬，对不对？哦！我好傻眼啊！他受欢迎了。又不敢。我不敢啊。
你，我不敢。是不是女汉子？我不敢，那真的很可怕。我可以帮你抓猪。好啊，那你来抓。很可怕，而且我不敢这样剪下去耶。那你先剪，那你抓给我剪好了。每一只都要剪。对，因为不剪的话，他们会咬。那咬的话，他们就会半身不遂。啊？猪就会半身不遂。真的，真的。因为它伤到它的神经。所以剪尾巴是为了它好。保护它，对。对。乖，没事。好了。哎，怎么这个比较快？它不会痛吗 ？My God！ 它叫一叫。放射吗？对，放射。好。My God！ My God！ 好，太刺激了。就是抓猪啊。尾巴我还是有点，我想要小只一点哎，怎么都这么大？你可以进去，你可以进去，我刚刚也是进去。宝贝们，加油加油加油！稳定稳定他后腿，稳定他后腿。好，可是他真的不开心哎。有温度的。我不敢看。好的。哪里？好，出来，放开，放心啊。好凄厉！刚发生什么事？太犀利了吧！你越紧张，他反而也越紧张，你就镇定的抓，然后他就不会那么紧张，因为你太紧张。你的紧张情绪传染给他了。对。是空的吗？是空的，有蛋蛋，有蛋蛋。哪里有蛋蛋？我没看到。你看，我等一下给你看。啊，蛋蛋。哦，有蛋蛋。哪里？啊，这样才行。这里算是蛋蛋，这个要淹它。哪里有蛋？这里两颗，好要淹了啊！出来了！不要！不要！不要！好了。这精神压力太大了。成功成功。大腿不敢挤。大胆现在。你敢挤吗？敢啊。你敢挤？我没有什么好怕的。哎，他要挤。还可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先拍完。你那边拍。嘴。嘴哦。你自己勾自己挤。不敢就说不敢，真嘴。嘴。是不是很后悔？想说没有没发一个好好的写真集，然后上节目宣传，有种被骗来的感觉。最特别，最特别。那说真的，哪一个环节印象最深刻？严格，我挤蛋的时候，因为它真的会这样子嘣一声，对不对？哎，那个手感我现在还有，哎，还有余温，好可怕哦，真的很可怕。而且他原本还叫我们自己拿刀这样划，我真的不敢，真的不行，不行，真的很可怕。然后这样子挤出来，因为说真的没有看过，就是还没有割的样子，挤出来放在桶子里面就比较熟悉，就是外面看到的那个猪佛和鸡佛的长相了。经过了这一次的企划，下一次的企划应该会比较轻松一点吧。毕竟这一次的企划我需要沉淀大概快一年的心情，真是的。好啦，谢谢大家，这么写实的，这么写实，这么写实的纪录片，这么写实的体验节目。这我们可以看得到吧？是不是？那还不赶快按订阅，还有小铃铛，快按，按下去。你看是这样子，黄章耶，黄章耶，订阅在下面，订阅在下面，按下去，按下去。按下去不是按下去好吗？所以黄少爷的写真你是要买下去，买下去，好吗？谢谢大家，拜拜。不是啊，制作单位越来越过分了。早餐店发我凌晨3点起床，对，然后4点集合。今天发我半夜12点就集合了，说要拍到隔天中午12点。
你们的节目要不要干脆改成真主持？为什么我看你们之前是越南啊、绿岛啦，啊，怎么到我就是出火？因为你看起来看起来很出勇，也不是这样子操的吧？看起来是很适合做出火。我是可以把你扛。你怎么知道我们今天真的要做出火？因为约在这里，对不对？对啊，约在一个空无一人的市场。Hello， 连市场的人要大冒险吗？都还没上班，我们就要上班了。对啊，我们半夜来这边要干嘛？当然是来上工。你们到底想怎么样？是不是主持人变得苍老，皱纹越来越多？你们没有办法让我们护肤。我就跟你讲，我已经35岁了，叫你们不要发我这么晚的通告。他需要照顾一下身体。最好可以6点下班，好吗？早一点啊，他早上一点。谢谢，太早了，谢谢。一个太早，一个太晚，到底要怎样？今天要怎么样？你讲。现在我们要体验那个一日卖菜的。卖菜，卖菜也是早上6点的事啊。他们晚上就要批货啊。什么东西？就要去批菜才有东西。你看起来那么粗壮，你就去批菜给我卖就好了啊，对不对？你还要叫我去批，还要卖。我们体验一下。姚蜜，你自己看细皮嫩肉的腰手那口有没有？这没有细皮嫩肉，你要鬼啊！舍得叫他去批菜，你不能看到我。我相信你们可以啊，没有问题。应急就叫我去扛菜。对啊，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我觉得你们没有问题了。你觉得我们？我才觉得你没有问题嘞！你看起来就是一副超市的批菜啊、杀猪啊。你也是杀猪。对。对啊，的那种感觉。我们准备了，时间很晚了。你是不是想跟我多聊？没错。哎，我想到了，我们节目可以改成什么？不要叫做整主持人，叫做李毅跟他的好朋友们。因为我们现在的来宾全部都是你知道我的朋友，包括今天的那个什么这一集，他也是我们把书画都拍出来了，是我们化妆师的爸爸，所以等一下我们就很亲切直接叫人家爸爸就好，这样也很快拉近距离。对，我觉得卖，而且我看他们家大业大的，卖蔬果应该赚不少，多认一个干爸，房子不知道几栋，那可能都他家的。爸，爸爸，妈妈，爸爸，妈妈。现在要说晚安还是早安？现在要说晚安，爸妈晚安，辛苦了。不，女儿有点累，想知道为什么这么晚集合？为什么你们怎么这么晚就开始？没有，我们就是拍卖，就是半夜好像3点好才开始拍卖啊。那我们现在就是要集合这个菜单，就是晚上人家会叫货，然后我们要集合它。所有的订货的数量，然后才知道要买多少菜回来。你这个是菜单，这是今天的吗？还是这礼拜的？还是这个月的？明天要交的货，从大市把菜买回来以后，然后就照个人订货，就把它，譬如说高丽菜啊、萝卜菜啊、小白菜啊什么就。分配好，然后找数量，他们会取货就对了。对，有的要送出去，有的会自己来取。而且我跟你讲哦，你现在看那个黑板上面的菜，你都感觉认得，对不对？可怕的是，你给他去现场，又认不得他们，你就会想说 ，My God， 这些菜谁到底谁是谁，就是长什么样子，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要跟爸爸一起，我们要出发吗？所以只有爸爸要跟我们去，阿姨不跟我们去，妈妈，爸爸不跟我们去。好了，那爸爸我们要出发了。好的，摸一下爸爸的汗臭。哦，瘦小，你哪有瘦小啊？我已经长一颗痘痘了，才刚熬夜就长痘痘，什么烂体质不能熬夜？贵妇命啦。对呀，但没有贵妇多的钱。好，上车了。好晒哦，有晒到呢，真的。我想睡觉。爸爸，你都没爱困哦。你习惯了。那你这样睡觉时间是几点到几点啊？你要怎么？对啊。睡觉时间是正常是其实是晚上9点。啊？晚上到正常是12点半起床。晚上9点到12点半起床？那你只睡12。大概半小时，但是我中午有睡觉哦，会休午休一下啦。对，我中午是从1点12点睡到3点多，4点起来在医院，就等于一天大概睡6个小时，差不多，而且还是分2次睡，辛苦钱。对呀、
伦都不会陪你去哦。竹轮，你这样都不陪爸爸去，对，阿力阿力没塞，你要被换掉，我跟你讲。你青江菜、高丽菜、大白菜可能都不知道是什么，他要分得出来吗？分得出来，正常来讲，很多卖菜很多。很多人在卖菜，但是不知道说买菜的过程应该是要怎么去买比较好。正常来讲啊，是我的根据，等于说我之前的师傅是这样跟我讲，他说你如果说想生存，你不要跟人家竞争最便宜的菜。嗯。你要买，你要买好的菜，最有品质的，品质好的，品质好的菜，然后。才有竞争力，而且这样做比较长久，对，比较长久，不要销价竞争嘛。对，那如果说你越买越便宜的时候，你根本就斗不过人家。哦，为什么还会有比你更便宜的？更便宜，便宜有更便宜的。对，但是一便宜还有更便宜，一山还有一山高。对，没错。那如果说你买漂亮的话，那就不一样。买漂亮，你要考虑到第一个价格，考虑到东西。嗯，是这样子。这社会是现实的，漂亮的东西大家都爱，像我们一样。我们很贵，我无价。哦，我可以有价。桥下有这种地方，这好像另外一个世界哦。为什么你要带我们来桥下这么神秘的地方？好恐怖哦！这里是第一果菜市场。这里就是果菜市场，怎么会在桥下？这里是后门。哦，这里是后门。停车场，那我们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走后门不走大门？没有，我们停车场，停车场在这边，所以直接进来就好了。哎、欸，有哎，我看到陆陆续续有民众，哎、欸，他不能说民众，他们应该都是商家或是批发商，批发商，然后陆陆续续就是要进来这边批发。哎、欸，对，好酷哦、喔！我没有想到桥下面竟然会有这种。感觉是别有洞天的感觉，对，另外一个世界，有种神隐少女，你通过了一个隧道，然后它就是另外一个世界。来这里大部分都是比较大众的，那这里是大众批货，然后回去市场是小众批货。可是你一直跟我们讲说这里面人很多，人很多，可是我现在感觉有点冷清呢，你确定里面很多人吗？两点半以后，两点半以后很多人，对，很多人。那我们进去的话，我们到底应该做什么事情啊？你没有概念，我现在完全不知道，一头雾水。先看菜，为什么要先看菜？因为正常来讲，先挑小姐啦。哎，不对，先看来这里挑小姐，就挑小姐嘛，先看哪个漂亮啊，这样子对。等一下，我先去拍卖高丽菜，然后再来就是白花。好，高丽菜先在白花，在白花，在绿花。绿花都是冬天的菜。对，冬天的菜，然后再来是番茄小黄瓜。番茄小黄瓜，好，刚刚顺序再讲一次。高丽菜。高丽菜。不，你不能。白花、绿花、番茄小黄瓜，这几样东西这样。好。哎呦，记忆力不错哎。位置都不一样，哦，啊，所以说你们要记得说，一区第一个区，不要紧，这样，我就是要免责，我只要记得出来的路线就好，对，我记得出来的路线，然后车子在那边，你要是在里面我们走散了，叔叔你就记得我们已经回车上睡觉，对，好，不要找我们，千万不要找我们，我没最好最好不要找我们去拍卖，最好不要。我没时间，到时候真的是很忙啊，拍卖开始就很忙。好，正常拍卖是两点，看一下，没关系，我们直接进去就知道，三点进去就知道，三点开始拍卖，三点十分拍卖高丽菜，好，再就是3:10再是白花，白花三点。白花3:20，对，有排程呢，有排程，有排程。我们时间是很紧凑的，很宝贵的。我们今天给酒都已经好了，满满。来，来到了麦寮乡农会，土库支持一般。所以现在是先挑看哪一家的货，然后等一下竞标的时候就是砍价，对不对？对。到时候我走进来，我会觉得每个长得都一模一样。对啊，我觉得看不出区别。我会直接第一家我就买走了。爸爸教你们，看，爸爸教你们。这谁？它有点黄黄的。这是树叶，有没有？什么？烧黑啊。哦。就是我们烧焦了。烧焦了，对。嗯。有没有？
这不好。这跟我买衣服一样，一定要全部，比如说逛师大，一定要整个师大都逛完才会在第一家买东西。对，这是第一家。因为你想要，这第一家，因为你想要货比三家，然后每一个都比较完之后再选其中。货比十家，这也要20家。对。对。对。他，另外在什么地方？对啊，对啊，漂亮在前面。想不到批发市场很多年轻人呢。现在大部分都年轻人。现在大部分年轻人。我也开始写一下号码了。对，这个是看一下。你问一下，你问一下，你问一下。我可以说，你说有没有结婚呢？单身吗？单身。单身。这个胖胖爷呢？几岁？几岁？我35。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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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共同年龄。可以可以。你做多久？做多久啊？大概7年多。啊，你会继续做下去吗？应该会啊。可以，你晚上都没时间出门，对不对？白天没时间出门都要睡觉。哦，白天没时间，可是晚上因为在工作也没时间出门。啊，你几号？5号。哈哈哈哈哈。我看一下这个花野菜是几号？花野菜。没关系啊。帅呢，你看我们。13柱，13柱，13柱。重柱，你要重柱了，重柱了啦，13柱的小伙子。你不用记载，等一下我先逛一圈，然后说要买，看一下要买的。好好好好，这颜色好黄哦。刚第一个好漂亮。对啊。现在是发呆时间。我觉得青花菜的小伙子都不错。在哪？就一个而已啊。那边有几个看起来还 OK 哦。但我个人比较喜欢吃高丽菜，高丽菜都是年龄偏大呢，口味这么重，我说小男生是青菜的部分。哇塞，我喜欢吃的青菜是高丽菜，但是高丽菜很好吃。那如果我老公要卖青花菜，我也接受。你可以改卖高丽菜啊，你以后是高丽菜之花，大盘商，青花菜之花，想吃什么？对，我都炒给你，绿花野菜。你最会炒菜啊，白天炒菜，晚上炒饭。给大家看一下时间。现在是凌晨3:01，不是下午哦，是凌晨，我的眼睛。都快闭上了，所以我觉得各行各业都不容易，看他们每天的生活作息就会跟我们时间是不一样的。白天要睡觉，晚上就要出来工作，还要点货。而且我觉得我进来的时候很吓到，我觉得不可思议是，他们怎么能够把这么多箱的菜排好排整齐，还要叠那么高。这真的是体力活哎！扫给，来有钱我不要，妈祖我们。哪里？出手！他叫你啦，二一啊，哇塞！我们在那边等了可能15分钟，然后买卖只要3秒钟。在88的。那个身份证有没有？它上面会出现号码。我们刚刚要拍810，它810号码货号一出现之后，我们要赶快把那身份证盒子给他，然后他就会感应出来你的序号，就是你的身份证之后，就是我本人的代码之后，然后你就要跟他讲几件，然后刚刚主持人说3件，对，然后就会帮我们登记，就直接留货给我们了，是不是只要3秒钟？标案成功，然后给他3件，然后就拿回来，超快速的。我们这边
就快要结束了，但是就是要先上车，要把货上车，好，快卖完了要上车。我们去监督帮你点货，好，帮我点货。嗯，好。他现在在，你从这边走去，好，过了这个小路口之后，他有一边，他在那边等你。他双眼皮吗？就刚那个啊，单身那个吗？耳垂有分开吗？身高几公分？你们真的很闹耶。各位妈妈们，你看看，这是我们的十三号姚蜜，有没有？十三号姚蜜，推腰手 Naple 卡称顶 Coco， 而且还会搬大白菜，大白菜、高丽菜、青椒菜、小黄瓜、大番茄，他全部都会搬，好不好？所以各位妈妈们不要担心，你要是去菜市场买菜的话，绝对会有帮手，好吗？千万不要担心，你不要怕，你篮子带的不够多，只要有姚蜜，不怕买的多，我都帮你扛。对对对对对。哦，不错不错不错，各位妈妈们，来来来来。我们好像也不太能讲太多话，免得大家都觉得我们在偷懒。因为我们现在要帮忙卸货了，我们要开始卖菜喽！卖起来！去，因为你开始卸货。为什么又是他搬？你要搬一下。换你了吧？对，换你。不要搬。来来，不要动，看那个。他说不要动。这个不用动。这不用动。换你搬到吗？不用动。这个雷子要动吗？不用。就放这里。放下来。哦，哎，不用动哎，不好意思，我们卸完货了。那我们现在去里面问一下阿姨有什么要帮忙。好，那排货把蔬菜排得很整齐。我现在大家看看我们的蔬菜店哈，来跟着我来。介绍完了，可以去帮忙了，随便了，还没了，无所谓了，还少哎，还少，快点，等我一下，完蛋了，随便了，好，下次你的东西不用上了，我去那边才上，好，可以了，可以了。不行啊，阿姨，我们工作人要厚道，不能改你皮了，不是，我这边重生了，还有来啊，重生，让客服然后去了再来。哇，二十把哎，超级多的。二十把，对对对，二十把的家庭应该是，那不是该要开店吧？应该是开店。我觉得大鲁的家庭可能会有二十把，可能会有二十把，二十把空间。哎，你很会吃好不好？你跟那个谁都超会吃的。翔哥，对，就是你。翔哥也很会吃，好不好？哎，没有，我们 team 都很会吃，只有我比较不会吃。然后手上面烂烂的嘛，就是有就是打烂烂。对，打烂。你再讲一下，这里有五家。对。对。对。好啦，在北地方要多。放哪里？这样好，这里好，谢谢。嗯。你就带着给他，好。这个可以。可以哦。是吗？没有，我放这里。然后摆上来吗？等等啊，还是瓦郎啊？我不想瓦郎，没瓦郎，没瓦郎，我没瓦郎。算把的吗？算新的，算新的，这个叫做大陆妹。这我知道，大陆妹二十二块。哎，你等一下就按二十二。好，一斤二十二就对了。好，你先就。哦，我最爱吃这个的，韩式料理的小菜。早。早安。
好。啊，来水，嗯，香菜啦，嗯水。哦。嗯水。高渣，高渣。啊，然后已经五十了。啊，啊是要煮好五十啦。高渣，煮煮好。好。煮煮好，高渣。你介意食盐水哦？我爱食较水。对啊，没有没事。盐水有一点水。哎，对对对。盐水啊，今天今天在在看。盐水就是盐水就是水水。水水哈。嗯。哦，想道菜，你们也有看到那道菜？对。你是不是突然不知道讲什么？而且我们从晚上十二点到现在，终于感觉好像稍微清闲了一点点，而且最后算钱都是一个弥留的状态。然后你说什么？就是真的像那个蛮牛里面演的一样，你会这样子晃神晃神的。我觉得我今天打包的那个豆干全卖光，我蛮有成就感的，就是自己亲手做。豆干的功劳不是你的功劳，是因为我有下魔法，好不好？我觉得我自己包这样很有成就感。你把这里所有东西都下魔法，咻卖光光。因为现在市场没有那个管理委员会嘛，对，他只有人在收钱，但是没有管理委员会，因为人多就是希望你说收摊位租金这样，对，那有人收摊位租金，但是没有好好管理，没有管理，人多一定要管理，对，他因为永春市场在这边呢也很久，历史悠久，历史悠久，快百年了吧，有百年，快百年哦，啊，但是那么久的情况之下都没有人管理，啊，但是现在都是没有人管理，所以说很脏乱，那人家来逛街的时候，外国客来逛街是台北是这么脏乱，面子都没有了，台湾人这么脏乱，面子都没有了，对呀，那怎么办？怎么办呢？柯文哲，你现在就管理吧，市长，你想想看，这是我们市井小民的心声，来自虎林间的陈先生，虎林间。你知道那哎、欸，早上九点，脑袋有点不灵光，有点打结。来自虎林街的陈先生的心声，希望就是可以把我们这个接近百年的虎林街永春市场呢，可以好好的统整一下，让更多的观光客可以知道哦，我们台湾市场不仅好逛，东西好买，然后物美价廉，然后环境也很棒，然后也不会很脏乱这样子。好，非常感谢来自虎林街陈先生的抱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来捧场陈先生的店，然后也要去我们异想天开按赞哦，拜拜！夜宵睡觉，睡觉，好累哦。不是就是随便学，我们是来高级的高尔夫球场，因为它有一些穿着上的规定。对，所以我们今天是要来学打高尔夫球的。你好，我是高尔夫球新手，我是李毅。啊，你要自我介绍。我是尚燕。所以我们学高尔夫球要从哪里开始啊？先去会馆，要教你。哦，先去会馆是不是？好，走咯，今天要学高尔夫哦，好高级哦。我们不是来打高尔夫球的吗？为什么会这么为什么长这样？你确定我们是来学高尔夫球？我怎么觉得我们很像甘地啊？是啊，我们今天是来服务大家的，是不是？对对对。因为旁边有一个美丽姐在身边，她感觉就是跟我们一体的，我们三个人傻傻分不清楚。哎，我们三个应该
应该会认错吧？我傻眼，他都长一样。我怎么变干自己？我们不是爽爽来打高尔夫球吗？打完就回家。等球友打完就可以回家。先介绍这个球袋里面一共标准杆是14支，14支，不能超过，不能超过，一支要发两杆哈，不能超过，不能放15支进去。对对，那可以减少，只放1支。对对对，啊，这个只有发两杆，木杆有3支。嗯，好。鞋杆它有10支，嗯，包括这支是帕帕，哎，帕帕，帕帕就是我们这个国旅上的帕帕，这样推的，好，这个是帕帕，它的名字叫帕帕，帕帕，哦，哦，那这个亚木是开球用的，比较会打的会打亚木，亚木，嘿，什么的都要用，太复杂，每一点你想慢一点，等一下你到现场再教过去，啊，这个杉木哈，打到第二杆以后，得到就用这一支，会打的人。啊，我们不会打的是用7号大部分哦，铁杆比较不会打就用铁杆，这是第一杆，第二杆，好，这个是球大木哈，然后打到第三杆的哈，一般客人7号铁可以打150码，嗯，打二的话就可以支架了，这个基本的，等一下基本介绍，还有我们要现场教学就知道怎么去服务客人。刚开始客人不熟，嗯。以这个为主，1、2、3，哦，要分清楚谁是谁的。你现在刚开始不晓得哪一种客人是哪一个袋子，对不对？就这样子很熟，很快就进入状况了。嗯。然后我们的规则就是这个抓袋哈，来上梯台，啊，来，我们请客人发球，请客人发球。哦，为什么要背抓袋来？这个我们基本动作，你看这个放对不对？对，放，对，这个放。打一下就好，哎，啊，要补啊，它要摆出来了啊，为什么要被扎在这个原因哈？为什么要补？哎，它会长草，它需要扎。哦，你看这边都有洞哎。对对对，我们都会扎。客人他会打，有的没有的根本没有人打。啊，是干要打到那个地上对。哦。好，我们可以玩一下游戏吗？因为有时候我们会举起发球的时候，哦，会用这个，我会用这个借一支球杆，然后来大家站好。用敲的，敲了，敲的，然后接下来顺序，就这样，是谁优先？是怎么敲号？这样，啊，我举个例子，好，这样。好，我先了，你太高，我没有球距，差一点。对，好，这是一个决定发球的方式，这个移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决定，好，那是我先这样。哦，发球的话会在这两个白的中间的范围。没问题，啊，我们两个站这边来，我们两个站后方吧，我站后方，站后方，没错，我们站这边，右后方，右后方，来，哇，好球，对不对？好球，好球，好球，你可以看到吗？看到哎，你要从这边开始看。正中间好远，看不到了，已经看不到了。那看不到，我要怎么找到我的球？没有，他在中间，我们不要理他。换口先生，我是彭先生，赶紧，我要帮彭先生加油。彭先生，加油！跑跑跑跑！我有学过拉拉队，我有学过拉拉队。彭先生的彭啊，彭先生好帅啊！我又看不到，到底怎么？在哪里呀？哪里啊？就可以训练耐心。嗯。而且你知道他们太专注，都不敢打扰他，不敢让他们聊天了。我感觉美丽姐超忙的。顺潮。顺潮是什么意思啊？应该是草顺不顺吧？草长的方向。风吗？不是，草长的方向。草长的方向。那这个草很平啊。我看不太懂哎。哪知道是顺还是？一下就知道。上一个洞打5个，黄先生5个，对，第一洞对，然后冯先生来16，6个，小姐7个，小姐7个，150，150，请问你有什么球杆？要什么球杆？150现在是顺风还是顺？现在是顺风。你帮我拿8号铁。8号铁。对对。拿错了，哎，这个，这个，要记住哪一个客人的球杆手掌，那我要帮他洗一下吗？不用，他是干净的，我们只要到手掌都干净的。好，我你给他，好，对，这样子对，确认。然后一个黄先生，哎，再问一个黄先生，黄先生，请问用几号铁？应该也是用8号。8号，好，顺风。这几个人太顺。
谢谢。谢谢。完蛋了，我什么都看不到。我也是。完蛋了，我什么都看不到。求看呐！怎么会这样子？我不能当干净耶，我视力好差。我明明视力有1.0啊！我雷射过了，怎么会看不到啊？要不要全部看一下？看一下黄先生的球在哪？好，来这边看，你看。好，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打到地上，嘿，打到地上，我看到，我看到了。来，这一段我们会介绍客人哦，这段没有，这一片没有风景，可以照相啊，什么的，这样让客人照一张，照一张相。这里是我们最经典的一个洞，跟客人介绍一下，这样很美哦，面海。这个洞应该是客人应该会觉得问号吧？老板，你的介绍方式。好，不动，对对对对，不动。这个洞是黄先生打的。哈哈哈！要换掉，要换掉。5258，来，我们要介绍那几码哈，72还58，70码。先跟客人介绍70码，你用几码？5258。好，那我决定打高点，用58。58，好，就这样子看。Yes, yes， 来给他，我爱你。我也爱你，有一个比较偏说爱你。你们要先介客人的姓名，第一个是姓肖，好，然后第二个黄，第三个黄，黑黄，对对，黑色是黄先生，所以要记住客人的名字，肖红黄，肖红黄，好。你看我哈，来放着，放在球旗杆的后面，这样子放着，来拿起来，擦球，擦干净。擦干净，对，好，然后呢？然后再放他的球，刚好那个位置，这里吗？快点，一点点，你再是一点点，对不对？就放一点点哈，再拿起来，肩膀再拿起来 ，OK， 好，那我们就配合了。我们看高低直线，我们抱抱蓝玉，蓝玉就是线路，没有高低，叫他直打逆卡，慢，有点慢，特别讲，有点慢，直打。要直打，下去，有打给你吧。打错字，哎，不然对的，他操作太久，操作太久。哎，那我来。球擦了，球擦了，擦了吗？好。这好紧张，你记忆力啊！我刚刚找不到球的位置在哪里。谁啊？哎呀，差一点点。我们是不是应该判断风向？现在是什么风？现在下两分吗？是逆风打中间偏右。逆风打中间偏右。为什么逆风打中间偏右？逆风打。还是他会再这样吹回，哎，会再这样吹回来。天哪，我家头脑是烧的。我也是。怎么那么难？哇，好高啊！一般来讲，这个是阿波洛体二距边的球杆，100码以内，大部分他会用这两支。你超过呢？100码以内是一条线哈，超过就自动拿这两支。你说那个红白装啊、嗯？如果黄先生没有打到果岭上，就准备这两支给他，你带走。人家准备他，如果没有打到，给他这两支。这是黄先生的。黄先生，小心我，黄先生哦。哦。预测好。我头好痛哦。真的哦。我记好多东西哦。对，然后呢，我先爬一次给你看，然后再让你爬。哦，是要把它盖起来吗？这个部分呢，你就要把它复原，哦、因为后面的人会再继续打过来。对，所以呢，你要用这样的方式去刮它。哦，好，我来试试看。包括脚印也要把它刮起来，这样。好。哦，这好软哦。对，这样子吗？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了。对，再刷一下，然后包括你的脚踩过的地方，然后你就可以退后。可是这边被我凸起来耶。对，慢慢退后，然后你就这样站到上面。哦。对，然后你可以蹲下来这样子滑，把你的脚印
挖完。这边吗？啊，这边。对 ，OK， 这样就可以了。好，现在等下打球哈，如果打到右边很歪，你要喊着看球，看球，看看打到别人。要大声啊！啊，你看啦、啊，如果他这样喊呢，大家看球，我一定要啦，怎样？好，好，看球！来，奥尔，等一下要拿这两分给你带着，哪一只花爸是他的，等一下拿给他。哎，这个还没用。这个不用用了，已经不用了、啊。这是谁的、啊？继续往前，给他爸爸。他们三个，对不对？给你考虑，给你考试啦，看哪一个啦。黄消防的。我不理你的啦，你自己考试的啦。怎么了啦，美丽姐？也本来也没有在理我嘛。哎，快，黄先生，黄先生。这是没事，挖几根。是你的啦。不是。本来你拿的挖几根，本来你拿的收起来的那一只，我要去拿的。哦，因为还没上果岭，那我要先去果岭，好吗？好，谢谢。看啊，旁边有布啊，就过来了。然后这一条给你拿的啊，在那个插球的布。插球的布。送过来了，谢谢。两个吗？两只的其中一只，我选择的是52的。好，谢谢。天哪、啊，我可能真的很不适合当干爹。慢慢来，好，没关系。插球，这样子。为什么要插球啊？为什么要插球？可能说我们打击的过程，球上面可能有沾的泥土或是沾的草，那你要把它擦干净，它不会影响到我们要推杆时候的一个效能、阻力或者什么的。了解。觉得我应该要打多少？顺风，一点顺，一点侧顺。大概是150，是不是？对，150，7或8。哎、欸，不错。哦，他刚跟我讲，好久我记得，好加锅有没有？在那边，我们都这样子抓着哈，拿好就收起来，就先洗，看好啊、哦，这样子刷一刷哈，刷一刷，再弄一次，再擦干净以后全部放进去，就给放的时候抓哈，不能有声音，尽量不要有声音，这样子错。啊，提口口客人有时候把他球杆弄坏掉。哦，你没有在旁边，那我再擦一擦就行。哦，他在怪你，对不起，加点小费了。对。哎、我是直接这样抹一下吗？对。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万一有雨的话，会有用刷子。哦，来抠掉。或者是用这样子，用这个，可以把它刮掉。那打完这个要再重擦一次。对，那因为这个土，如果粘在这边的话，它的抓地力会变低，所以要把这个刮掉。摩擦力会变低。对，有土的话，对，好。那这个细节做到的话，客人就会觉得你很专业。好。对。打雷声。下车。回来了 ！Oh my god！ 我的干净生活。谢谢顾客，谢谢你们表现得很好，你们表现就是会很准，没有浪费干地的时间，非常的好，非常好，也不用让我们太捡球，大家没错，大家都一直上果岭，就是距离不会很远，不用一直捡球。哇，干地，对那个今天这两位干地有什么感觉？你干嘛当着我们的面品分啊？对，你有什么问题？没有，会不会做节目？主持人听了会难过，你不知道吗？好，请他们喝茶。请他们喝茶。好，请喝茶，谢谢。我好像在拜别墅。请喝茶。好像在拜。哇塞，好香。拜别墓了，而且你还真的有红包哎！好，皮包里面真的有红包。我刚以为你要给我1000块小费，结果你竟然是拿。对，傻眼，请喝茶。还有一个就我自己的喽，那你就喝水吧。好，一起喝茶。啊，回来。
爆发员工餐。哎呦，宝聪，原来你长这样哦，我傻眼呢。刚刚好像也没什么看到你本人，你知道吗？知道黄尚烨本人原来是长这样。中间不知道哎。看到中，你说中线，中间，中间，哦，我看到中间放饭这个时候，我在写真集火辣好不好？虽然过了宣传期，我们还是要讲一下黄尚烨的写真集很可怕的，仲夏夜之梦，而且重口味，仲夏夜也重口味，有他这样。所以我们现在是要来学习做场务的工作。场务就是要晒太阳，然后要被球打。被球打？为什么？大哥，你怎么聊个天？我们从这边看哦，我们国岭在前方，啊，你就大约保持看到国岭的正中耶。嗯。然后大约你就大约先插一个。大约插。对，先插一个，然后你的距离哦，我们是测七步。七步。对。三四五六七，好，哦，然后就手张开，然后你去手张开也没有，然后正视前方，然后就是国岭中间，嗯，然后两只手举的，就是你的方向，哦，然后就大概在那个地方，好，完成，就这样 ，OK， 那我来找尚烨的中央哈，尚烨你过去，你手张开。哎，华国林手张开哦，张开，好，有吗？先在这边插一个 ，OK。那尚烨，你躺在这边，你这样躺过去，真的，你躺过去，好，我来看尚烨的中央，尚烨的中央，好荒谬，然后脚，好。起来，那从那边再躺过去，我们大概摆两个尚烨。好，也可以的，可以。然后这个就是尚烨的距离。OK， 好，OK 吗？差不多了，差不多。尚烨的距离，阿德，赶快打球，阿德，尚烨的距离。然后你看，你弄好以后，你要站在中间也没有，你要手张开，然后拍一下也没有，哎，可以哦。被你歪打正着。从员工餐变成豪华的北海飨宴呢，我傻眼，超豪华的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样九道料理耶，就是我们的辛苦应该还是有被看到。就总经理说，就是要招待一下我们他们这里非常有名的一个北海飨宴，太感人了！谢谢总经理，谢谢北海高尔夫，我们最爱你们的。这里的风景超好的，干地每一个都超亲切，客人最棒了，我赶紧称赞一下别人，快点！这里每个人都超帅、超美、超厉害，可以，这里可以，要称赞我们，接受别人的好意，我们就要称赞别人。啊，好喝，好吃。哦，如何如何？喜欢，这个真的很好吃，它很入味。真的假的？你说你有小牌哦。哎，乌骨鸡汤也好喝哎。喜欢竹笋，好新鲜哦。很嫩吗？我觉得料理就是
新鲜真的是最好吃的。嗯、对对，水当当，他们的虾也很好吃哎，就是新鲜，对，就是新鲜。该结尾了吧？我只能说，以前太小看干爹，应该说以前对干爹这个职业不太了解。其实我以前不知道有干爹这个职业，真的哦，因为我就是对高尔夫是一窍不通。嗯、我以前知道有干地，可是我一直就以为干地只是拿球杆的。我想说拿球杆有什么难的？哎、嗯，很难，超难的。球杆有十四字哎，你什么马要拿什么杆，然后开球要什么杆，地形要还要跟他们说怎么打哎。对，超难的。这个坡顺向、逆向、顺风、逆风，干地很难，好不好？我不允许你们就是。以后大家都要尊重干地，嗯，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对，因为我亲身体验之后，我觉得它可以算是我体验的职业里面最难的吗？啊，也没有，前三难，哎、啊，也没有，前五难，不是没那么容易的，而且还有那个场务也很辛苦，他们一直晒太阳，而且是一整天哎，光这么大。真的会瘦，我只能这样讲。所以要减肥，如果你想要做这个，可以来应征当干地。嗯，北海欢迎你。对，你们就打电话报一两天看。所以是一个还蛮奇妙的体验，而且打完之后还可以来这边吃大餐。重点是你在这种好山好水的地方，你心情能不好吗？心情超好的，好不好？超好的，还有两个漂亮的干地陪你，你心情能不好吗？是不是？好啦，既然这样子。高尔夫球，搞不好未来会继续在北海看到我们，就是入会，就知道我们中乐透了，好不好？谢谢大家。